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台湾官托即将登场。金虎来了！聊啊，弟兄们又见面了，今天又来蹦蹦法师啦。今天怎么蹦？跟谁蹦？跟依婷妹妹一起蹦。这游戏妹子都很爱玩，你看依婷啦，还是娜米，龙神嘎翠秋白秋，想把妹即刻下载蹦蹦法师。来，我们先介绍今天5月1号这个劳动嘉年华有什么呢？就是你每天呢可以解这个任务，当你凑满1500个食物篮，你可以直接换取阿瑞斯王冠，史诗级的，然后也可以换这个哈迪斯护腕，也是史诗级的装备。就算了，你再凑到1750，你可以直接换 S 级的火器宠物，还有兵器宠物都可以来兑换，然后还有一些基本物资哦，宠物水果啦，或者这个挑战券，还有一些强化卷轴任你选。再来，他还开启了蹦蹦排位赛啊，这个我个人很爱玩哦，他每天是有限次数的哦，就是不是让你无脑刷，就是你进去前呢，你就要做好万分准备来打这个赛季了。上一个赛季玩，大家应该敲碗很久。我们这个蹦蹦法师的游戏厂商呢，是非常注重玩家意见的，很乐于倾听玩家的意见，并且吸收更改。就算你只是个无氪，就算你是个休闲轻松玩家，你很爱玩这个蹦蹦排位赛，游戏厂商听到了，哪怕你不是个课长，蹦蹦排位赛第二赛季海德拉大作战在这里，好不好？来，段位奖励有什么？打开给大家看一下，传奇第一不说了 ，Top One， 你挂着这个 S 2 Top One， 你就是爹，妹子看到你绝对是。绝对是叫你一声哥哥，哥哥，你蹦蹦法师好厉害哦！我们晚上要不要一起蹦蹦？对对对，哎，依婷妹妹开麦了，那我们是不是要先讲话？Hello， 依婷。安安特哥，安安安安。安安啊，他不是单身而已，他是处男。那我们要开抽了吗？我们要一样 Lady First 吗？好香！我抽到了！哇哦，170！你上次也比我早哎，说不定等下160就有了呀。没有，我觉得我可能要抽到300才有。我上次年兽就抽了快300才有，190，好多紫色的哦，200。哦，凤凰哎、欸，没有保底，靠腰，我一路保底跑过来、欸，我没有抽到任何 S 的、欸，怎么办？你要再让我50抽吗？好啊，那不然我觉得再50一定有，你直接再抽好了。好，210，哎，有了，220中了，海德拉中了，这次输你一点而已，那怎么办？你要怎么惩罚我？我又赢了，看你想怎么惩罚我咯。那我们来私惩哦，那我们私底下聊。好，那你升一下你的海德拉，我等一下再来找你。出发，顶爆，爆弹，叭叭叭叭叭叭，见面直接300连，兄弟们，这样硬靠吗？我要预判他脚的位置，这样硬靠吗？试试看。啊！完啦！完啦！要死啦！这哪里灌得进去啊？啊 ，My life， 没事，还有一条命。我们花式打脚好不好？这样打得到吗？这样打得到吗？打了啦，不管了。有打到，有打到，烧不烧？牛逼，打脚大师！呼呼，这都能打到脚，我真的是神手。完了，要死了！我怎么觉得这两只宠物有点坑爹？哎呀，又被挡住了。我的人生是黑白，黑白低人生，这怎么玩？死去啦！31.5M， 依婷刚打多少？哎，依婷刚打多少？有人知道吗？我被虐烂。本次伤害67.4M， 哎，其实也蛮高的。好，我检讨一下我自己。依婷关麦，当然没声音啊！你们想听那声音、啊？你们听啊！妈，一群色猪！哎呦，讨厌！哎呀，讨厌！好可爱呀、啊！来给你们听啊！妈，一群色猪！打脚吧，这打得了脚吗？有，打到了，结束。
爆弹、电鳗，呼呼，雷霆轰炸！我要开秀了，兄弟朋友们，打脚时间到，就这里，无情暴打。王一婷，你没了！操你妈的鸡掰！哇，我吐啦！叫我妈脏话被他听到了。你是男生可爱啦。我就恶心，怎么了？这样有，这样有，这样有，有有有有有，这样射进去清光，可厉害了，30M 的，轻松。它是可以加速的。啊！一直清不掉那颗，脚边那颗清不掉。我雷电，不过打了90M 啊，还行吧。这墙在干嘛的？冰墙 长度增加啊？对啊，我忘了用我的底线啊，我不是，我第一次用这冰龙啊，我不知道这在干嘛啊。原来可以弹自己的球回去哦。哎，那不算，那再一次，刚刚不算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这次绝对200M，没有200M，我当场把这个键盘。是哦，那角度。抽一支送你们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哇，这位置打得了脚吗？打左下角，你说这里吗？还是要在左边一点。看一下，青蛙，距离200M，我们达成了5%。哎，没有冰墙，完了，我裂了，兄弟们，我先打开网页，稍微搜寻一下这个键盘。我没有冰墙啊，我翻身只能靠打脚了，兄弟们，只能靠这波打脚了。打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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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超级打脚。This is the biggest day of my life。这把不算吧？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？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？真的，最后一次，最后一次。刚刚运气不是很好，我们冰墙都没有出现啊，稍微被一点运气成分所干扰。对啊，如果有一件领取就好了，如果奖励也可以一件领取，那就太好了呢。好可爱，我今天他妈像个处男。什么？特哥没有200M要抽键盘？哇，一关200M很难哎。欸，我第二场有欸，他是在偷嘴我。欸，这怎么打？我是要打这边吗？让他一直弹这个墙吗？还是这样打？这样打他就一直弹墙吗？我没玩过冰龙欸，是这样打吗？兄弟们，稍微调一点角度。哇哈哈，清场。这冰龙有够牛逼，我们终于可以放心的射入了。这射入角可以吗？花式从背后打屁股。屁股脚有没有？这个完了，完了，偏了一点呢。没死，没死。让我打脚，让我打脚。干！裂开了，这怎么打都不对。我当场把这个键盘。等一下，我再抽一只海德拉。你们等我再抽一只海德拉。这是再一只海德拉，我把它变黄色。黄色海德拉绝对带给你不一样的体验。最后一把。好，最后一把。好，我也做一把，我也做一把。哇吼！切起来，黄色海德拉，哇吼！进化成功。啊，他又抽到一只这个，他抽到一只海德拉哦。那我也来偷抽。你要偷？你早上偷抽的还不够吗？又要偷抽？哎，这打到脚吗？嘿嘿，来喽，到打时间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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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欸，他血太多了吧？为什么他复活有 154K 啊？他的半血是我的满血的两倍啊！欸，不是，我要找借口啊！这把不算啊！我被炸毒啊！你看他半血 161K， 我满血只有 62K， 我被炸毒啊！这把不算，这把不算。为什么你血这么多啊？装备啊，我的装备。你连神装都搞出来了是吗？对，你看我的装备整个都是红红的。
我想说为什么你的血是我的四倍？好吧，你赢了，我还要再修炼一下，等我修炼强一点再找你啊。等你哦。我说要红，让蝴蝶红一下，先一件进化。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台湾官托即将登场。金虎来了，100万，100万。我跟你讲啊，这100万赚抽不出金虎，我不只送键盘加滑鼠，我还当场把我这只键盘给吃了，就这只，从头到尾，我啃得一个键帽都不剩。来了，有了有了有了有有有，我们吃法杖不吃键盘，我看攻击力直接暴增哎，他解锁技能攻击要20%就算了，他基础攻击还多了，基础攻击多25%，再解锁技能攻击20%，总共多45%攻击力，跟鬼一样，兄弟们跟鬼一样，200M 大作战，兄弟们200M 大作战，我一条命要没了，只打20M， 但是这一波我一定把你的脚打到残废。顶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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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着看着看着，85M 了，我们走到一半了，兄弟们走到一半了。干！有叫怪，你以为这样我就虐不了你是吗？无情打脚，结束。抽键盘好不好？这只原价7000-8000的键盘，就送你这只8000的键盘。来，还有2分钟，会员10倍奖励。感觉玩蹦蹦法师没什么天分，这游戏也许比较适合妹子玩吧？还是其实依婷比我聪明？难不成依婷比我会玩？她比我聪明的可能性存在吗？没道理啊，怎么可能有人长得这么可爱又聪明的？我才不信！我才不信呢！来。恭喜永宗，哇，免费仔，免费仔获胜，兄弟朋友们，今天是免费仔的胜利，恭喜永宗啊，记得截一下你的 YT 资讯发我粉专，明晚12点以前好不好，等你一天，明晚12点以前截图证明自己是这个 YT 的拥有者， OK， 姓名地址电话缺一不可。